湾在哪里？在叙利亚难民的心里。他说：“谢谢你们来那么远。”他说：“虽然你们说在地图是很小一个国家，可是你们在我们心里是一个大大的。”慈济在全球汇聚大爱的方式，就来自这一个一个小竹筒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我们系列的乡亲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。慈济人在约旦扎塔里难民营的援助，从医疗起步，到现在更增加平日访视，让感恩的心彼此交流。转介扎塔里难民营的孩子到安曼一所综合医院接受手术持续不断。第一位以工代赈的叙利亚难民志工哈利德，三月开始陪伴自己的同胞就医，也以亲身经历说慈济。拿个大针筒，在医院经历候诊、手术到恢复，每一对亲子心中有无限苦楚。但渐渐的，除了台湾，除了约旦，来自叙利亚甚至全球爱的网络已经铺设在这里。叙利亚难民接受医疗，让身体健康，拥抱大爱，心灵得以安稳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继辉约旦报道。